师傅早晨。早晨早晨早晨，你哋今日真系早啊！镜明，琴晚瞓得好唔好啊？嗯，瞓得好好，我琴日一觉瞓到天光啦。今日师傅准备咗好多个故事要同我哋讲啊！今日天气相当好啊，我哋就席地而坐啦。一般人都觉得只有佛道两家先好谈因果，亦有啲人认为系迷信而加以排斥，甚至认为轮回系无稽之谈。昨天我们已经将玉历补抄的内容详实地研读，相信大家应该有很大的收获。今天我想和大家讲一些因果故事，这些故事都是历代善心助印玉历的人将身边所见所闻的真实事件记录下来，相信听完之后你们就更加相信因果报应是真真实实存在的。嘉靖年间，江西南昌府洪绍鼎先生幼年就研习内科和外科医术，19岁那年曾经捧读玉历，见到在第二殿的章句里面有讲话，如果脉诊含糊，辨证不精确，利用不实药物来谋取利益，应该本殿发入活大地狱受苦，再另发小地狱受苦。又有施药救济多人，同埋抄传玉历，说与世人知晓，比令警惕，通改前非等话。从此之后，发大信心，不计较财利，不避寒暑，不先苦后贫。如有危症，必须使用人参。但系病人贫穷买唔起嘅，就暗中将人参磨成细末，混喺其他嘅药里边。以贱价卖给病人治病，而将富豪作为酬谢的金钱救济急难的病患。如果遇到荒年就步行出阵，绝不坐轿。他的夫人也都非常贤能，无不顺从丈夫行善的意愿，冬天就算穿着粗制的葛布衣裙也都毫无怨言。80岁那年生日当天，忽然间见到厅堂上面高悬着一幅红绫的布单，上面写着金字讲：奉天帝命，洪绍鼎赴福建省成王私任。三日之后异乡要失，于是沐浴更衣，端坐而逝。他的子孙到现在越来越昌旺，科甲连绵，是当地很荣耀。因果六云，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是。果是千百劫，业报无影响，因缘会遇时，何以无签爽。昆山徐竹亭先生是严文正公幕友，当时江苏浙江水灾泛滥，民生饥苦，他建议上级发仓救灾，救活了无数的人。儿子开济先生在明师宗崇祯年间遇到强盗掳来几百位妇女，关在徐家，命开济先生看守。他全部赠送路费，偷偷地放走，并且放火烧了自己的房子，以驱除强盗的疑心，免得追杀那些妇女。放火的时候抱出玉历的书板，带着全家被盗于太仓。平生印送的玉历无法计算其数，生了三个仔，长子名乾学，是康熙庚戌年的探花，官至尚书；次子名秉义，
是癸丑年的探花官节事落。三子名元文是状元宰相。徐乾鹤生了五个儿子都考上进士。徐树谷是康熙月丑科，徐炯是康熙壬戌科，徐庶敏是癸未科，徐庶平是己丑科，徐进是癸巳科。文昌帝君曰：欲广福田，须贫心地，行时时之方便，作种种之阴功。又曰：近报则在自己，远报则在儿孙。胡巴汉阳县的刘祖泰自己记载：我年将二十的时候，忽然得到呕血症，一日发病三四次，一共缠绵了三年，百方无效。因为看善书，其中有戒食牛肉狗肉可以百病驱除的记载，即刻就讨求法院戒食牛肉狗肉，不够十日，呕血症果然好了。后来直到28岁未曾生到一个仔，于是诚心经识自治，凡是有字的字都不会污损，一定会搜集焚烧。经过两年，到了庚子年，果然生了个儿子，但是不到一周岁，忽然间患病，医药无效，全家惊慌惶恐。当夜祷告灶神，与印送100本玉历，答应在冬月初一日施送，第二日病就好了。到了冬月初一日，因为钱未准备足，来不及当天印送，儿子的病又复发。我又向灶神申诉，答应初四日一定印送，第二日病又好了。到了初四日的早上，天气阴沉，我预定往省城购买所印的书。过江的时候，船夫跟我说江上的风雨太大，我心意已决，就登船出航。船行到江心，突然间波涛汹涌，大雨倾盆而下，船的帆布桅杆都折断了。我心中暗暗讨求神明保佑，不要沉船。无奈果然风雨晴朗，傍晚的时候就到了省城。等攞书分送完回家之后，儿子已经在门前嬉笑玩耍了。这件事足以证验印证玉历确实可以救劫请危，逢凶化吉。记录在此，作为喜好行善者的见证。东岳大帝回生宝训曰：一日行善，福虽未至，祸自远矣。一日行恶，祸虽未至，福自远矣。行善之人如春园之草，不见其长，日有所增；作恶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损人利己，切而戒之。台州燕尚书当他还在山中读书的时候，有一日正点着灯抄录玉历，突然间听到鬼在那交谈：马某人的太太因为丈夫长期客居在外未回家，公婆逼她改嫁，但是这位妇人家十分精节，执意不肯，听日晚上被逼到受不住，会上吊自杀，我可以找到替身了。燕尚书第日早上去打听，果然是真有其事，于是回到读书的地方，暗中将祖先遗留下来的鸣琴古砚卖了，得银4两，又好心地委托这个妇人的丈夫写了封家书安慰太太，并寄了4两银子回家。她的公公婆婆接到信，相信儿子平安，就不再逼媳妇改嫁，自然不用上吊自杀了。
无奈佢嘅先生竟然真係回家团聚。唉，按照常例我应该可以找到替死鬼的，没想到这个秀才竟然破坏我的好事。那就找他报复，交我给他啊。不得不得，他成日抄玉历宝，抄劝世的，又存着救人的慈悲之心，上天已经斥命他做阴德上书了，我哪里敢交我于他啊。后来应先生果然官至尚书。慧远禅师云：聪明不能敌业，富贵难免轮回。夏建模是钱塘有名的孝廉，他自己记载印证玉历的经过如下：我在嘉庆二十三年戊寅年，在高家的宣寿炉作客，翻检架上的旧书，发现玉历全抄本一册，阅读后深感其中所述皆是必然道理，所写的情形亦都不能够认为是虚无乌有，而且词语浅显，即使是知识不高的人都可以看得明，因此立愿印送一百册。过了几日再加阅读，觉得其中所写的事情似乎有些虚诞，毕竟不是一个读书人所适宜讲的，于是前日的怨心立即止息，心里面不再记挂印书的事。考期到，匆匆忙忙地入场，三场考完回家，想起考场里面引述经书的话，有两句不是很恰当，恐怕落榜，心里面非常懊恼，就这样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梦中出现了一位衣冠庄重的文人，戴着高高的头巾，长长的须髯，有点像东坡先生。我赶紧将试卷以及前途的事情请教于他，蒙他开示：你的为人我平时就很熟悉，从今日开始考试必然可以重磅，何必多虑呢？只是你前几日见到玉历并发愿全抄的事，为什么不早点做，分送他人以广劝化呢？我这个时候早已忘记这件事，经他提醒，很惶恐地请示说：玉历的内容恐怕不一定是真的。阴司的地狱即人心之地狱呀，人心如果没有做地狱的恶念，然后阴司的地狱才有可能空。明理人为何见不到这一层道理呢？赶快人送，不要多疑。在惊恐中醒来，不敢说给其他的人听，等到放榜，果然侥幸考中，因此马上印送一百本，并且记录以上的梦境作为证言。佛教的十来偈话：癫症者从忍辱中来，贫穷者从悭贪中来，高位者从礼拜中来，下贱者从骄慢中来，阴哑者从肥胖中来，盲聋者从不信中来，长寿者从慈悲中来，短命者从杀生中来，诸根不具者从破戒中来，六根具足者从持戒中来。江夏县鲤鱼团的李全泰先生自己记录过：我一向患有落血症，去年冬天复发，病势十分危急，内兄江怀清前来为我诊疗，提到印送玉历的感应，
马上拿起朋友以前所送但他一直被我束之高阁的玉历。详细阅读之后就心许印送，立刻感觉满口津生，落血亦随之停止，实在是一念的虔诚与感触，必有所感召神明。于是发愿印送50本，并备妥疏文，向灶神虔诚祈祷，病就逐渐痊愈了。我心想，人同神原来是相依存的，所谓即心即神就是这样的意思了。因此心中祈求，假若近日内能脱去所有的病苦，一定再印足100本。想完不知不觉伏在枕上沉沉睡去，睡梦中见到一位医生同我讲，你的病必须服用4蜜汤，1日4服。醒后十分惊讶，神所指示的竟然就是江先生所开的处方，就遵照指示服用。不到10日，连以前拳部红赤、气喘等病都一概净除，饮食都恢复正常，玉力感应的速度竟然是如此的快捷啊。妙果老和尚云，三宝门中福好收，一文施舍万文收，不信但看梁武帝，陈思一粒管山河。袁德初是四川酉阳州人，7岁丧父，家庭富饶。母亲邵氏因为德初细个的时候生得太瘦又多病，十分忧愁。有一日看到食疗的书记载肥嫩鸡汤能够补养元气，从此每餐饭一定杀1-2只鸡，炖成肉汤鸡精给袁德初进补，并且养了很多小鸡，天天挖沉小虫喂鸡，等鸡长大了之后就来杀。袁德初15岁那年，母亲忽然间患了脾柱的病，遍身就如同虫在转鸡在啄，痛苦得卧床不起。德初看了很多书，见到母亲患病，知道是罪孽的报应，即刻禁止工人再杀鸡。母亲生病日久毫无气息，临终的时候发出虫的吱吱声和鸡的啼叫声，并且自己用手爬碎皮肉，哀号致死。德初见到这样的惨状，喊着地想，母亲为了保养我身体，才会遭此恶死的报应，我应该戒杀立德，以赎不孝之罪，于是发愿戒杀。过了1年多，有位出嫁到钱家的堂子灵姑生产的时候血崩而亡，灵魂被摄到第一殿。阎王阅览灵姑的资料，知道是犯过因死于生产的难关，正要押送第二殿的时候，有一个冥官重新检查宝籍之后，发现前元氏曾经劝止公公婆婆不要焚烧枯树中的虫蚁3次，又劝丈夫看印妙法莲花经，并印送戒杀文5000张等善行。灶神上奏天庭，以准予增寿35年。阎王闻讯后即刻命鬼卒印送还阳。灵姑啱啱出殿门，听到一声凄厉的叫声，啊，灵姑救我啊。见到一位披散着头发气裂血流的妇人叫她，仔细一睇，原来德初的母亲邵氏。我在阴间受报十分痛苦啊，回阳后一定要吩咐我的仔德初多做啲实在嘅好事，赎去我嘅罪，我会喺梦中
同佢相见为证。讲完之后，有只赤发鬼揸住钢叉，叉住佢咽喉拖走佢。灵姑惊吓之余，魂归本体，突然间复苏，就将阴间所见嘅传与德初知道。有一日，德初到妻子嘅娘家作客，偶然间喺书籍里边揾到本玉历嘅古本，非常喜悦，就带翻去抄写，希望救到母亲脱离地狱。一年几之后，一共抄咗120几本。当分送流传到第108本嘅时候，当天梦见母亲以手抚住佢嘅手背讲：德初，你真系好孝顺啊！我今日得以出嚟聚苦，全凭住你流传玉历嘅功德。世间嘅男女见到你呢啲书而知作警惕嘅有49人，而家阎王答应我托梦俾你，作为行善嘅验证。得错你都可以增长受损。得错喊住问亡父现在投生何处，母亲回答话：因为在世嘅时候生活富裕，享受福分太多，早就已经投胎人生做穷书生了，又由于自细就注解辑集因果报应等的善书，而家已经显贵。德初醒翻后，就同妻子细述梦中的情景。这个都是因为你成日抄写玉历，个心着咗魔，才会做这些离奇古怪的梦。天光之后，德初为了证实，就到母亲的坟墓焚香祷告啊。德初昨晚梦见母亲，但是不知道梦是真是假，假如能够再入梦一次，德初就有信心了。这晚瞓了之后，又见母亲来，好生气地指着媳妇施事说：你嫌丈夫成日抄玉历，没有时间陪你，曾暗中扯碎5本，善事几乎被你破坏，而家祸报不远，还敢唆使丈夫怀疑梦境，你真是不吉利的女人啊。德初惊醒之后，询问妻子有没有搣碎玉历的事。你真是着了魔了，以我看来有3件事不必顺。第一件，我们家戒杀，从来不买活生生的动物入厨房，就好像出家人那样。第二件，我们家每日烧香，又请和尚道士来诵经拜忏。照我看，这个是浪费钱财，毫无作用。如果不是，哪里有人死了10几年之后还在阴司受罪的道理啊。第三件，你抄的书都是亲手抄亲手送，剩低的都是锁了在柜里面，我从来都没有看过，哪有可能扯碎啊。你反而相信梦里面母亲所说的嘢，我看啊，你真的抄玉历抄到着了魔了，恐怕迟早都要发癫啊。德初听了之后又半信半疑了。到了晚上，少氏又到德初的梦中引施事来到面前对质，指出媳妇在某年某月将一本玉历偷偷地夹放在鞋样针线当中，隔日又将5本玉历扯碎。后来因为德初将玉历收得很密实，才不至于被毁碎。现在还敢胡说狡辩，硬硬说3件事不可信，这个罪太重了，再和而在目前。德初被惊醒，施事也被吓得睁开眼睛。德初再一次询问妻子有没有这样的事。相信就有，不相信就没有。刚刚讲完，忽然之间眼见一个大黑圈滚入床里面，不过战栗发抖。施事张口结舌地跟丈夫说：以后你就俾心机抄多几百卷玉历啦，我宁可信其有，不敢信其无。
德初听了之后，一方面心中了然，妻子果然有损毁玉力，妈妈的梦亦都不是假的，另一方面暗中高兴母亲得以因此投生福地，脱离轨道。从此自信玉力更加坚定，同时妻子亦都怀孕，恐怕祸报临头，无志不安，真是欢受并生。这一日晚上，施氏遍体发热，背痛难忍，急请医师来诊治。患处有红肿，有血光，而且面白唇青，这种症数阴险难治，何况怀孕咁耐，不便服药对治。德初正在犹豫，忽然间妻子的细佬施福来到家，唐家姐灵姑爷都来了，见到这个症无不惊惧，细问之下，原来昨晚发了同样的梦。师父并且说，扯碎玉力五卷的事确实有，罪孽浩大，应该乞求神明的宽宥。德初就走入厨房向灶神发誓立愿，待妻子抄写百卷流传，以补偿先前的罪过。这个时候，施氏亦都从昏迷中苏醒，并醒悟忏悔，发愿拿出所有积蓄，请人广抄玉力来为自己赎罪。讲完之后，隐约见到一位穿黑衣升官的人入来，向床一忽，黑色的影圈就散了。午后身体热退了，背上的硬块都消了，不再痛苦。第二日生下白白胖胖的男孩子，无字都平安。这件事得初不敢隐瞒，凡是自己抄玉历和请人代抄的玉历，都将这件事录于书末，现身说法，使人人知所警惕，人人遵从相信。而施氏本来是玉历的罪人，竟然转移成为玉历的功臣。悚然争魂，一毫之善与人方便，一毫之恶劝人莫作，衣食随缘，自然快乐。算什么命，问什么卜，欺人是祸，摇人是福。天网恢恢，报应殊速，谛听吾言，无自倾覆。倘已执迷，终堕六畜。